闲当家独眼龙来啊。这位阿哥来自哪里呀？来自河北。河北的朋友看一下有多少，挥挥手。好，欢迎你们。阿哥觉得自己这个头发缠得满意吗？我看不到。你看得到，你还有一只眼睛呢。开玩笑啊，哥，我告诉你，我看得到。你这个头发虽然说缠得不怎么规范，但是相比于那三位来说，您这算是缠得最靠谱的一个啊。咱们多缠一会儿，咱们看下面这位。哎呀，这位阿哥，您这个整个缠出一条泳裤来啊，还掉了。这位阿哥来自哪里呀？新加坡。哇，新加坡的朋友看一下。哇，欢迎你们。阿哥觉得自己这个泳裤缠得帅不帅？难看。难看。我觉得好看，特别帅啊。我们这个正好前面有个水池子，跟您这花泳裤特别搭配啊，挺帅的。咱们多缠一会儿，咱们看下面这位。哇！哎呀，这位阿哥，您这是从巴基斯坦来的吧？帽子、围脖都全了，您这像打劫的，还蒙面啊？阿哥来自哪里呀？内蒙古包头。内蒙古的朋友，看一下。哈哈，欢迎你们。阿哥觉得自己这个头发缠的好看吗？还行吧，还行吧。我觉得一般一般，全国第三，太次太次，你还全世界第四呢啊！您这个缠出一种高大上的男模气质，特别适合走 T 台，多缠一会儿。咱们看下面这位最惨的，这位阿哥，您这是要上刑场去了吧？五花大绑啊！阿哥来自哪里呀？台湾。台湾的朋友，看一下，哇，欢迎你们！阿哥觉得自己这个头发缠得漂亮吗？漂亮，漂亮！我们这位阿哥特别自信啊，好样的！我觉得您这是四个人中缠的最个性、最独特的一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这个花头发往您身上这么一裹呀，特别有一种异域风情，叫我看特别像一只彩色的木乃伊啊。可以，第一关算几位阿哥成功的通过了，来，咱们赶紧把这个头发卸下来吧，不能影响几位阿哥第二步行动啊。下面几位阿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第二关，终极大挑战。猜新娘，有请四位真假新娘闪亮登场。几位阿哥行动起来，觉得哪个正确要站在身边啊？第一直觉最准了，抓紧时间，先到先得，抓紧抓紧，快点快点。哎，那位阿哥左右不分了，一看就没结过婚。哎，对，还有一个没人选呢。好，您就选那个吧，没准那就是正确的。阿哥，您这到底要选哪个呀？这位就选这个是吧？哎，看来我们这位阿哥挺受欢迎的啊。妹挺受欢迎的，那两位阿哥同时喜欢一位阿妹，按照我们这儿的规矩，两位阿哥 PK 决斗，拿刀拿枪来，来，两个人做好准备，面对面站好，谁赢了这算谁的，输的只能选那个啊，来，石头剪子布，一二三，阿哥愿赌服输，您只能选那个啊，没准那就是正确的啊，接下来要进行隆重的拜堂仪式，音乐准备，拜堂仪式现在开始，一拜天。拜堂仪式圆满礼成，四位先生在我们的山寨里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合法婚姻，咱们大家掌声恭喜一下。不过
喜，大家可以不用高兴得太早啊，因为只有一位可以入洞房，咱们看看哪是真正的新郎官啊。那首先离这边最近，首先就从这边开始吧。第一位阿哥，当着这么多好朋友的面不许说谎啊，说实话，结婚了吗？结过了。结过了是什么意思？老婆来了吗？没有。没有就好说了。选中了新娘子，敢不敢带回家呀？不敢。老婆没来你怕什么呢？没关系啊，咱们要是不敢的话就留在我们这儿做上门女婿了啊。我数一二三，温柔的掀起阿美瞳盖头，阿哥准备掀盖头，来，一二三，恭喜你选中了新娘子，她的妈妈。哎呀，我们这位阿哥，你有什么不敢的呀？你这结了婚的人胆大包天的，老婆没来你连丈母娘你都不放过啊。可以跟我们的丈母娘培养一下感情啊。咱们看第二位阿哥，刚才跟我妈咪拜堂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我妈咪在很温柔的配合着你？有啊，有啊，感受到我妈咪温柔了啊。那我妈咪这么温柔的对你，你要温柔的对阿美啊。阿哥结婚了吧？结婚了。老婆来了吗？有啊。老婆来了，老婆支持吗？支持。呀，新加坡的女人真开明啊！阿哥，不管怎么样，来，我们看看这么开明的老婆大人在哪儿，来跟我们挥挥手，看一下。哎，怎么这么多挥手的呢？这一说还有男的。阿哥，你这爱好不广泛啊，东宫西宫都来了，开玩笑啊，阿哥，咱们要喊出男人当家做主，你说了算的感觉，选中了新娘子，敢不敢？敢！好样的，阿哥，来，咱们看看你选中了没有啊？我数一二三，准备掀盖头，一、二、三，恭喜你选中了小舅子！哎呦，我们这位阿哥，我还没想到您这结了婚的人还有这个爱好啊！您比第一位胆还大一些，第一位这属于老少通吃，您这个属于。口味男女通吃啊，没关系，看在你这么喜欢我们小舅子的份上，洞房是入不了了，但是堂都拜过了，跟我们小舅子这么有缘，来拥抱一下吧，欢迎你来张家界。来，咱们看第三位和第四位吧，真正的新郎官就在第三位和第四位之间了，我数一二三，二位共同掀盖头，来准备，一二三，恭喜我们这位阿哥，你是真正的新郎官，因为你身边这个就是刚才在吊脚楼跟大家打招呼的那位美丽的新娘子了。看一看，漂亮吗？漂亮。喜欢吗？喜欢。结婚了吗？没。有女朋友吗？现在有了。那你这跟有结婚有什么区别？女朋友来了吗？没来。没来就好说了。好样的，待会儿准备入洞房。咱们看最后这位啊，阿哥，那个是新郎官，羡慕吗？羡慕。对呀，本来是你的，被他抢走了。我跟你说，不用羡慕的。
是我们啊，要注意的。另外的话，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恐怖的故事，大家要懂吗？嗯啊，那在这个历史上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张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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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我们张家界的黄石寨，那他的师傅呢是黄石公。那黄石公呢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技艺，就是呢药材，各种药材哈。那所以呢，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种药材。那这个点头的故事呢，就跟这个中药材有关系。对了，因为当时在讲那当时啊，是那个外田啊，哎，那讲到本来外田，当时啊，大，当时啊，你外田讲哈？哎，是什么呀？另外一个说，这个是阿卡拉，这个是春麻辣号。那另外那个这个是什么什么的对的号，应该要怎样怎样哈？那这个时候呢，老板就说，你屁都不懂，你干嘛说这个话呀？那这个汤就喝了。来，这张卡片，那这个卡片上面写湖北某某中医院教授。讲很难那个地方，我懂不懂？是你懂还是我懂啊？啊，那这个时候呢？啊，我们的这个老板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然后呢，有个大哥就看到他们在那说话，他到底你领地哦，打阿明去去了这领地黑家，他只是加个新村子。张扬的话呢，最后是来到我们张家界黄石寨宁山修炼的。那所以的话，人家都觉得张扬要会做张扬木，那么下边的是大家肯定都知道。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水碗都是吃不开了，里面都没那个。哦，你也给个小石头进去了吧？我们要讲的。这是张家寨。对阿明不是比较自我，他比较。在不在？是啥？哎，这个是做什么的嘛？不知道你们那个鸟。高兴。我来，我来，哪个来的？
好，乐乐，在西单你看一下，有的看。你没看了，你再看了，你看，你看，看下个，看他看那个爸爸了。我跟你讲了，你对着他，你对着他，他哪里拦住了？好像眼看他撞。你个派的，我都给你落去。不啦，我跟落啦。不要喂，不要喂，三方哦。不要喂，不要喂。把小青啊，不吃了。回头。别吃住。哎，记住了，上。稍微别。大家没听到呗？我们第二车没听到。这样被他载回家了。三姐妹风，好不好？叫三姐妹风。姐妹。十里画廊。台湾就有啊，迄个吼，叫什么苏？台湾就无买啊，佫佫来遮买买咧。哎呀，莫。迄个啥？伊迄个迄瓜子，迄袂歹。哦。迄银杏迄啊。银杏啊，迄芳芳，你家食，迄一当会使买当来穿。啊，我买迄，我买迄是啥？你买诶咩？杏仁诶款，迄银杏啊，迄毋是迄落啥？毋是啊，杏仁啦。迄杏仁啦。嘿啦，杏仁迄袂歹食呢。你袂歹食，迄买当来吼，一包几块？唔知。敢若三包二十，啊，一包得个。二十算一包。啊，十包一包，一包三十，一包三十桶啊。当时夫妻带囡仔，啊后壁搁载一个囡仔，一个囡仔，哦，爱一个囡仔啦。夫妻对拜啦，啊，左边那个是爱一个囡仔。哎，老翁看书啊。也嘛，敢若有一些人哦，哦，袂准啊，一个人拍一个物件，嘿。阿姨呐，老婆，两个阿婆带囡仔。这你冇摄影啊？你到人家行袂头哟，他行到就遮。看慢嘞。哎喽，这拢这角位啊，都拢安尼。哦，你等一下，你又搁重复讲遐拢。两线倒的啦。小火车。哎，指挥家怎么？好可怜。你是从啥？我你家是？你坐等。我是家的。来，那边，那边。这要翘翘的，这直直过去啊！哦，无啦，我要去铁路啦，这铁路安尼翘翘起来，偌水的呢。安尼会使无？嗯。那个是，不在我这了。拿过来。不在我的，你发回去嘞。
站了，帅了。啊，会下来了，拢。进来。才要老人呢、啊，你先行啊，把你翕着啊。是爱做处理的呢。你干杯！嘿嘿嘿。火车来了，火车来了。会甲你，会甲你翕到哦。咱是在哦，办一下摄影比赛咧咧。办一下。嘿啊。怎么先这搞咧？老翁看书，遐个食法甲伊个，甲阮囝食法都无共，因爱食甜啊，毋是爱食。哦，这一身人安尼则清楚。爱食肉啊，爱食肉。啊，伊嘛爱食肉。爱食肉人较会生查甫，啊较无爱食肉人，较生查。啊，阮囝嘛爱食肉，嘛爱食鱼啊。啊，你平时不好诶。毋知啊，啊个人无大命啦。啊，实在伊要搁生仔，生嘛一生，目睭平啊。尾啊，生三媳妇，拢做查某，无大汉媳妇生仔孙伊爱哦，大汉的生仔孙无早嫁生阿婆哦，第二媳妇搁生，搁听查某，伊搁迄个，搁第二胎搁十。土司城，土家风情人。来，各位听一下我们的集合时间，好不好？5:30，放歌一个小时，好不好？5:30哦。Okay.
首请阿妹唱一句闭歌。我再请你去这里。所以这只老虎呢，又是我们土家族西。吊脚龙，哎，图书王的图。那么这个照片的费用是已经包含在大家。同时呢，为了节约大家的行车拥赶时间呢，会给大家购买一张实心的照片，让您爬上景区为您赠送的小纪念相片，让我们带回家啊。好，我们土家族300年历史的吊脚龙做一下宣传。那我们这边是后面这位专业摄影阿哥为大家拍照。有准备好之后可以再来，是不是？好了，那我们后面的朋友呢，咱们就整理好自己的头发、衣服之后呢，排个小队啊！啊，谢谢大家继续工作啊！好的，来，拍完照片之后呢，就在这里稍微等一下啊。哎，这个啊，这边气不如人之精华，他把你的愿望就实现了啊！那么这个红丝带上面呢？是啊，要学习。大树洞，正乐套，来报上来，体验树。好的，那我们后面十九排的朋友，哎，小鸡过来坐排过来。土猪王掉脚了。好，
不是讲不走回头路。对呀、啊，不会啊，谁要一起？我们要停车也是要。神呢是我们土司王当中级别最高的高官，中间有一道圣旨，这道圣旨是当年的，就是马宗的马文啊。这边是土家河的门槛，我们不要踩啊。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坎坷，我们呢都一步把它跨过来。灰鞋啊，这个是咱们土家妹出嫁时的一张照片啊，这个被主持人给的是两被子，对对，咱们这边我这张照片就是十颗大袋毕业十全十美。那么导游有没有跟大家说过，咱们土家妹这边阿哥要想要娶阿妹，灰鞋卖出什么就可以了呀，有没有说过？没说过是吧？阿妹一次就可以了啊，用九斤九两的银子打造五样银嫁妆，大银帽、银腰带、银筷子、银碗、银勺和银镯子，不能少一样，少了一样我们这边都不嫁啊。对，这个都是咱们的花轿，这个花轿和那坐进去刚好的合适啊。那么第二个呢，大家看这前面是什么呀？木门，汉族的前面是什么呢？帘子，对，这就说明咱们土家族这个媒婆呢非常的狠心。阿妹出嫁的时候，她怕阿妹成婚的时候逃跑了，然后呢她就把帘子一把就扯了啊，给她装上这一道门。闭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踩三圈啊，三十九号的朋友很努力哦，他其实比较大的。
气息所在之地，那他老人家的这个灵魂呢，和他的骨啊、灵牌跟他的骨灰呢，就供奉在上面，已经将近300年的历史。那每年提马祭祀的时候，我们才能上去啊。对，一般呢不都是不对外开放的。好的，来，佛家都传承古代文化。那走进来呢，阿妹都跟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啊，咱们佛家都这个背景文化。这个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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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介绍。那我身旁的这一位老师傅呢，自发性义务性的为大家带来这样精彩的演出。如果大家呢刚刚看到，觉得非常开心，非常尽兴，手中呢恰巧有那么1块2块钱的零花钱，不妨请我们师傅喝一杯热茶。如果您没有出门在外不方便，也完全没有关系啊。我们土家族呢都是非常的热情好客，愿意为大家带来这样精彩的演出。我们心一到就行，拿起自己的随身物品跟大家挥手吧。这是辣的老姜，我辣的内姜，两种口味，驱寒暖胃啊。人家喜欢手工房，周一次来上门来，你们可以进我们。猪肝儿，那就是猪肝儿。哦，胆肝，煮胆肝。我乖啦。OK。你自己看跟我有同面貌嗎？有，足同的。哈哈哈哈哈哈。做慣了，對對對。做慣了。哎呦，这是啥？这是什么东东？
好嫌。拜托你，你假嫌哦。上天门山的缆车站，真可惜啦，今仔十二月，山顶结冰啊，袂当去哩。啊，缆车冬季搁咧整修，所以今仔日天门山无在入去，敢若路敢若会再行一半个啊。这是。周边的厝，小心一下，后下若要来先太近了。这一间叫做鸽子花大楼。这是天门山缆车，因讲这水道啦。哦，啊，这路是安尼，一只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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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一边，哎，现在有淡薄大浪，从这条山，安尼，我刷看麦啊。哦，这只，这个，这个天门山特别只啊，伊只拢总有几个只。哦，啊，这个上高的，这个就是天门山。天文山，这寒啊，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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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反正甲咱看迄个下底迄个色差不多啦，就是安尼意思啦。我讲啦，咱这色外，这是袂歹。张艺谋弄的。对啦，还是讲迄狐仙故事题。
随身的物品请带好。来到天门山第二段的缆车站。要坐缆车了啊！来来来来，有有有。要上坐，上去坐是不是？大概是。中宝，看后边后边蛮行的。啊，这嘞，这爱走，啊，要哪去嘞？我紧去了。非常好啊。好嘞。哎呀！哎呦！哎呦！哎呦！来，好好干嘞！你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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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踹。啊！哦，九弯十八弯，哦，这个迄个，啊，咱头先就坐迄啦，咱头先就。来，继续个，来，快点，快点，继续个，去，快面顶，快面顶。还好啦，安尼看就还好。哦，安内速度较紧吼。这个来就无劲，不够劲吼。劲啦，现在是没有那么陡，你不觉得？来，现在我来啦。哦，你看这个公路就是这样。哦，系啊系啊，咱这挂影片嘛是安尼啊。没啦，你看这底下不会，这边就不会恐怖了。哎呦，我不敢看底下了。它现在很慢。没有，我们现在是上。对啊。刚才是下，一直在抖。车底下直直滚。系啊系啊系啊。底下直直滚。哦，奇怪。阿姐，咱刚才无咧行咧。系啊，阿姐爬山啦。今麦要爬行班啦。哦，你家看下尾。好难哦！哦，没啊，等你吧，卖紧张，放个轻松，我看了都袂惊哦。来，看这，看这，今麦你起来看袂惊啦。我好好听啊，咱咧无说。这是第三条路啊，无可能啊，无可能啦，哎啦，无你翕一张啊。对，人因拢用暗。我车在那边停起。哦，迄拢难做诶，迄拢用难做甲另外伊蛮厉害。好笑，一条路做起来行。哎，得看下。哦，这真水。哎，有鱼伫遮，你看面顶这有鱼伫遮啦，喂。啊，有啦，看有啦。台湾看哦。看有啦。还早呢，真诶啊。哎呦。
太少了，那种的对啦。哦，也是人，啊，安尼看，哦，安尼系哦。哦，伊个系就较恐怖，卖系。